系咪好耐冇见我链蛋啊？我应该好耐冇链啊，都唔知得唔得嘅。而家可能咧，即系冇链咁耐咧，退步咗都唔顶嘅，真系。我话真系退步咗都唔顶。佢话系咯，仲要呢只系鸭蛋，诶、欸，鸭蛋系咪蛋？系咪鸭蛋？个样似鸡蛋冇咁长啊？系咪啊？嗱，我都话咧，我只要唔过一阵咧，就链唔到噶啦，算啦，算啦，打自己好啦，打自己边度好啦？我唔知道，你话打自己边度好啊？唉，终于都打到啦！但系我好耐冇练链蛋咧，其实应该练下阵，因为咧，我一唔练一样嘢一排咧，就生锈嘅。好似我阵间，我可能要睇翻啲我可能要睇翻啲八段锦啊。功力拳其实我睇咗我都冇位练啦，睇翻小念头啊，寻桥同埋标子，但系最重要都系小念头啦，小念头最基本噶嘛，即系我连小念头都未打好，你就咁快想打其他嘢嘛？系咯，即系好似打咗功力拳先，然后先要再练弹腿噶嘛，系咪啊？即系。是入门嗰啲拳应该要打好啲先，即系我都觉得系嘅，我都认同。搞掂咗啲 basic 先，好似最简单嘅创世纪第一章，啲人问啊，系咪？即系啲人咁问啊嘛。一开始点解有光嘅？都冇星体，点解有光嘅？系咪？冇光体点解会有光嘅？系咪？到第四日先至做。天上的光体就是星星、月亮、太阳那些星期四，即是星星、月亮、太阳那些，第四日先做的嘛，第一日就已经说发光了，是不是？是很有趣的，我就觉得，如果我去，即是我现在，就算讲真那句，我想，或许科学可以解决，唔系即系科学可以解答到一部分嘅问题嘅，但系咁另外一部分咧，系咪？另外一部分点样解答好咧？我野外求问神啦，系咪？希望佢俾某啲答案我啦，系咪？即系有啲嘢你知啊，有啲嘢真系。好难解释噶嘛，真系你想点啫，系咪先？我都想，即系老实讲啊，我都自己有啲咩，得冇办法啦，都唔好系咁噶啦，都唔好挨向呢边啊，因为咧，好似睇唔到我咁样，唉，我唔知啊，真系，我心烦意乱啊，知唔知？我喺度谂紧，唉，你话咧？我预咗我系要去野外噶啦，不过问题系我知道我而家应该够装备去嘅，其实都未必够，不过算啦，即系唔够咪自己整啦，系咪？但系问题系装备就够啦，身体素质都有啦，意志都有啦，就系未有技术。技术同埋经验，经验冇办法啦，经验呢啲嘢慢慢储啊，系咪？但系技术一定要有，所以先至要读野外求生课程嘅啫。我希望快啲咧，做好晒啲功课，跟住就可以出去啦。而家咧最主要都系睇书啊，出去行下晒下太阳，等自己身心灵健康啲咁样啦吓。我唔理嗰啲傻佬啦，嗰啲傻佬傻婆嗰啲啊，坐嗰堆牛啦，系咪？佢哋想尽办法，成班友夹埋上边嗰啲政府嗰啲想掠我啫嘛，咁你咪试下啦，咪最紧要系我最紧要都系想点啊，活出精彩人生啫，系咪先？既然冇精彩人生啦，咁冇精彩人生咪健康长寿咁咪算啦，系咪？佢哋点咒我都冇用啊！我而家一定要。即係有啲咩事把心一橫，咪
出去咩啦？我話其實你講真嗰句，其實我覺得你哋話我做到又好，你哋話我做唔到都好，就算你哋話我做唔做到都好咧，我都係要去野外噶啦，係咪先？你哋最好梗係話我做到啦，係咪先？如果唔係嘅話，我瓜咗老襯，到時到後啊！其實我就唔明啦，其實我好唔明啊，到底你哋班友想我生存啦，定係想我死啦？係咪？你哋到底想我長命啊，定係想我短命啊？呢樣嘢我係諗唔明喎，係咪先？如果想我長命嘅，點解又要成日都百般阻撓，同埋助咒我呢？係咪先？但如果你哋想我短命嘅，點解成日都要保護我呢？又要 keep me safe 咁樣咧？點解唔直接揾個人嚟懟冧我啊？算數呢？係咪先？呢、這個我真係好唔明喎。又或者係你哋可以推我去做一啲好危險嘅嘢，然後就趁呢個機會就借刀殺人殺咗我咁都得噶，係咪先？呢樣嘢我諗唔明。呢樣嘢我好想知咩？未來世界到底會係點樣嘅呢？到底點解未來世界嘅人要？即係佢哋到底對現代世界嘅人係做緊啲咩咧？即係對我哋而家嘅人做緊咩咧？同埋點解咧？即係點解未來世界嘅人要影響翻現代世界嘅嘢咧？同埋現代世界嘅人咧？即係坐時光機嗰啲咁樣，好似叮噹嗰啲咁樣。呢、這個我真係好唔明喎，但係我好想知喎，好好奇喎。未來世界到底係點嘅咧？點解未？即係點解未來？我就唔知未來世界嘅人有咩動機啦，就係。佢哋到底有咩动机咧？同埋佢哋到底点解可以，可以咁庞大，可以控制到咁多嘢咧？系咪？系好奇怪嘅，但系我真系好好奇，好想知嘅，知唔知啊？